家讲解一下一三款探险者的夜班安装方法。首先你要准备的工具是一个10号、12号，还有一个16毫米的一个套筒，还有大扳手。然后其中的配件有两个液压杆，两只液压杆，两个底部的支架，底部的支架放在那个避震顶部的，4个球形的螺栓，4个螺帽和4个垫片。这个是发动机盖上面的支架，跟这个一样，这个是下面的，这个是上面的。然后是这是固定发动机盖上面这个支架的螺丝。然后这个铁条，这是最重点，这个是用来牵引的，这个是用来牵引螺丝，把螺帽螺丝的，因为螺丝直接拧的话是拧不紧的，直接拧是拧不紧的，必须要用螺帽来固定。啊，那个铁条就是用这个用途的，就是把这个螺丝牵引进去，螺帽牵引进去，拧紧之后再把它拔出来。那我们现在开始，我们首先走第一步是装这个，装这个顶部的支架。然后这个铁条是软的，可以稍微折一下，这边就就近从这里进去，先比对一下，看是否能够一伸进去就能达到这个效果。 OK， 差不多。来拍一下这里，现在这里可以看到了。这个交付了，如果有垫胶布、胶布什么的，可以用来辅助一下啊。主要是吧，先把它固定在这里。垫胶布先随便固定。不要遮挡到孔位。OK。那么现在我们上螺丝。现在把它拧紧，10号扳手。螺帽从内到外，球形在这边。1、3款探险者和16款探险者的区别在于，一款是装在这里的，1、3款是装在这里，因为这样垂直要形成一个垂直的线。
背弯一点点，它不会顶到这个，那边也是。小的这边你只有小的会大的小的话